当然是我啊，不用讲了嘛，去年他都拿了，应该让给我了。这个不是分猪肉的东西哎、啊，要看的话你每年的那个工作是怎么样、嗯。其实我就跟你不一样哦，我是觉得呢非常开心，没有，我也觉得非常开心。嗯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可以双双入围。哎，真的，很少有一个节目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是觉得，既然是美差事跟苦差事、嗯，我们两个都有参与，就是不同的美的还有苦的对。那我觉得这个甜头呢，应该两个人同样的分享。分享，今天晚上不管谁拿奖，就是各一人一半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最好是有两座奖杯，两个都拿。哪一个？他们有开的吗？对对对对，最重要是因为也是 sponsor 的，是吗？对啊，两个奖是人家 sponsor 的，对咯、sponsor 的不用钱吗？不过你不觉得这个节目其实跟得奖有一点一样吗？为什么？拿的就是美差事，那个没有拿的就是苦差事。说的也是嘞，所以这个已经冥冥中安排好。不过还是好像他讲了，最好是有两座。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散，对不对？而且最重要的是呢，再过几个月呢，我们要做我们的第二系列了。耶呼，拭目以待啊！对，就是这样啦。Goodbye， ciao。